识别环绕我，你的爱使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出满意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好抱歉宣告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家。我们的双手，今天下午天父要再次拜访我们每一个人，敞开我们的心，天父我们需要你，
今天下午再次拥抱这里每个年轻人，拥抱我们，让我们感受你的爱，天父。靠近的双手，今天下午，天父，你是备受欢迎的。回想那一刻，曾被爱抱紧。Yo
双手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父神。他正在寻找那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他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你们就是神的，你举起双手一起敬拜他。学习一样东西，就是全然的信靠他，全然的信靠他。信靠的意思是相信和依靠，相信和依靠。孩子，我在看顾你。孩子，你每一天上学，你离开家门，一路上走去学校，我一直都在看顾你。孩子，你每一天的服侍，从 Grab Car 到小组，到小组回家，我都在看过你。孩子，每一个的周末你来到教会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所有我都在看过。但是今天下午父要告诉每一个人说，孩子，我不单是要看过你，我要眷顾你。但是孩子，你要记得，我的同在在这个地方是真实的，我在这个地方所释放的话语是有能力，是有力量的。孩子，你要记得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我正在寻找那用心灵与诚实拜我的儿女。神在寻找在跌当中的每一个的年轻人，不理你是来自哪一个背景，不理你是来自哪一个年龄层，神在寻找着你，他的灵在寻找着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他的儿女。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今天下午的意思说，你全心的相信他，你全心的来依靠他。今天下午有多少个神的儿女说，父，我相信你所给我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给我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给我们整个DM的应许，我相信父你的心要转向这个时代的儿女的心。我相信我做不到，所以我要全然的信靠你，依靠你，依靠你，依靠你。我放下我自己的才干，我放下我自己的聪明，我放下我自己的经验，我全然的依靠你的力量，你来做。如果说那个人是你的话，我数到三。如果说你是信靠他的话，举起你的双手，准备一、二。父，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全然的相信和依靠你，举起我们的双手，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学业全然的交给你，主，我将我的前途全然的交给你，我将你为我所预备的 college， 你所为我所预备的课程，全然的交给你。我信靠你，父啊，爸，爹，如果说你信靠他的话，当我数到三，我要你的信心奔向我们的父的面前，跑到他的面前，准备一、二、四。我相信你，我依靠你。三，跑到他的面前 ，Run to him。孩子，孩子，我看见你。我要给你一个拥抱。现在，父神要给你一个拥抱。现在他在拥抱。Yeah.
永远永远的信靠你。父啊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如同在你殿中的一棵青橄榄树，永永远远信靠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。父啊，我们栽于在你的殿中，栽于在你的同在，我们全然信靠你的爱和你的信实。你永远爱我们，父啊，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孩子。父啊，只要在你的同在，在你的怀抱中里面，我们的心才得以满足。谢谢你父爸，谢谢你。我将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如果说你要拍掌的话，给父神更大更大更大的掌声。来，神的儿女，给父神更大更大的掌声。